你来台湾那么多年，有没有发现台湾人哈，肚子饿的时候想去吃个面，除了阳春面，还有一种面你一定要吃的是什么？是牛肉面啊。对，为什么到处都有牛肉面？到处都有牛肉，因为新加坡没有牛肉面的。对啊，因为新加坡没养牛，只有台湾有好的黄牛。嗯，可是美国也养牛啊，美国没有牛肉面、啊。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你要吃牛肉面啊，炖煮的东西啊，一定不要熟成的牛啊，就是台湾的黄牛肉，它炖才好吃，才香甜。没错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，怎么样把家常的牛肉面升级，做多样的变化。That's right， 因为一般台湾的妈妈呢，喜欢卤鸡。卤猪很简单、啊、时间比较快。对，想到炖牛肉时间最少一小时以上。如果年轻就不止咯、嗯、那所以呢，所以就大部分都去吃外面了、啊、我们今天要卤不同的部位哦，都是上等上等的牛肉部位哦，只是说如果没吃完呢，我们可以今天教你们啊，发挥好几种吃法，用冰箱的卤过的就可以去发挥不同的菜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今天的主角是谁。好 ，What is this？ 牛骨，这个是前脚的牛骨，它分成三节，这个只有一节哦。嗯嗯。那中间一节，然后上面再一节是这样的。牛骨哦，也是一个价钱哈、哦，一根骨头可能就要200多块，所以我宁愿呢，今天给你们一个方法哈、哦，把它煮哈、哦，主要是要吃这个骨髓，吸这个骨髓。你如果煮过久呢，然后呢，你又给它 immerse 在汤里面呢，你的骨髓全部流掉喽，你就没得吸。OK， 好，这个是最上等上等的牛肩肉哈，因为它这个呢里面有胶质，可是没有脂肪。OK， 好，那你会看到我这些牛都不切，为什么呢？不管你卤也好，清炖也好呢，一切了，哇，好可惜，那么好的牛肉的甜分都流掉。嗯，所以整板买整板，不要请老板切三条，也不要切一块一块，都不要。好，再来呢？那台湾呢，大部分喜欢用牛舌，不是牛舌，没有小牛腱，小大部分卤牛肉都用牛腱。对，外面吃牛肉啊，老板娘说大部分是用这个小腱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小腱子哈 ，OK。And then， 这个是哇，这个筋哦，不要下什么东西，下药，你就是保留它的原味哈，慢慢炖就是。对，今天有方法，给你省瓦斯省时间 ，OK。所以这个牛筋我喜欢。好，牛腩。刚刚我以为这个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好像牛五花哦。不是牛腩，那。还是整条切，然后呢，要吃的时候再切一块一块 ，OK？ 啊，这是什么？好像 butter 哦。对，这是牛油啊，这个是胸口的牛油啊，是最高最好的。胸口的牛油很好吗？很香 ，butter 好像有没有？因为今天呢，我们做一点川味，所以哈、哦、要用这个牛油来炒，它会更香 ，OK？ 那这个是 fillet。就是菲力的边，怎么会长这样？菲力的边，菲力通常哈很瘦，上面旁边很嫩，有没有？啊啊，这个是边。好，那我们试试看，因为老板介绍的，我就来试试看。那我先泡菜好不好 ？OK， 最好是整个高档的牛肉有没有哈？你就是一撮一撮的这个，所以全部给它，对，全部给它新伤口，因为这个没有泡过水哈，菜感觉黏黏哈，可是。你泡了以后，它就活起来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个呢，那么新鲜的肉，粗盐 ，OK， 然后我们还是要去一点脂肪哈。好，这个牛肩肉原则上没有什么脂肪，只有表面这边哈，多的脂肪都不要。那这个是小腱子，千万不要把它的筋拿掉哈，是油哈，软的油才拿掉哦哈。这个是。牛腩是瘦的，可是这边有一些脂肪。那牛筋的部分哈，这个不是筋，这个是油，拿掉。好，那这个骨头呢，有没有脂肪？其实是有的，这一块是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洗了。卖牛肉，卖牛肉，上。
你看我们院子里面的 bay leaf 月桂叶这么漂亮，对，我可以自己把它干燥。对，我今天的清炖，因为当然那我们用新鲜的，对，牛肉汤有很多味道，越南人可能喜欢用那个麻风干叶啦、香茅啦，那我们今天做台式的，台式我给它一点 bay leaves 啊， OK， use this， 第一遍先用自来水冲，我们的没有农药，不是，我要冲灰尘，好， OK， 那我们先来干爆这个，干爆呢你的锅子的热度要够，好，那骨头不用，骨头不用干爆，直接穿烫，然后柠檬皮再来一些嘛 ，OK， 我先放一个，然后呢，我们要稍微擦干一下 ，OK， 热度要够，然后不要太湿。李丁，你为什么不先从筋这边？没有，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脂肪。OK， 然后筋也要爆一下。这样子哈，你可以滤掉那个腥味。OK， 好，那你帮我测水珠，这个热度够，我就要烤香料。我们看一下哦，有没有？你要烤到这样子哦，啊，不要烤焦。你看，连牛筋都可以烤到这样金黄色，整条。我们不是要爆到很焦，我们只是要逼腥味哈 ，OK。所以我们把它盖起来。好，我们就是烤这个洋葱，清炖的特别哈，我们会比较大力下去。哇，够香的。姜，烤姜。好，那蒜头呢？我们把下面拿掉，跟上面拿掉，然后这个 bay leaf 下去烤一下。OK， 盖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烤了以后都把它放下去。OK， 哦，好香，这样烤得更香。嗯，有没有？蒜头烤过，哎，很奇怪，烤过的香气啊，跟没烤过不一样。OK， 好，那什么东西要放底下？什么东西不要淹过水分哈 ？OK， 最快熟的放上面。最快熟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像那个牛筋啊，牛骨哦 ，OK， 来我们看一下哈。好，脚筋放底下，因为脚筋比较难熟的。好，那这个呢，不要让骨髓流到汤水里面哈，我们这个要给它站立。OK， 这两样啊，这个骨头跟这个牛筋啊。我们要给它炖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，然后呢给它焖隔夜。OK， 牛腩 ，OK， 跟那个牛肩肉给它炖35分钟就要拿起来喽，因为我们要有给它红烧。OK， 牛肩肉哈，这边底部啊，甜分比较不会流失，这边的开口被切过了比较流失，所以你把这个摘在下面，把难熟的摘在下面。我现在要加热水咯，我的热水只要淹过牛筋跟骨头，骨髓不要淹过 ，OK， 骨髓不要给它流失掉。好，我这些肉没有淹过没有关系，我熏在里面有没有？好，给它这样子炖煮，然后我这个汤头不是要丢掉的，这个汤头就变成我的清汤。那我会加一点胡萝卜的甜粉 ，OK， 那清汤的话，通常我还会加一些番茄。番茄整粒就好咯 ，OK。那我们来一点米酒，台湾的牛肉就是要有台湾米酒。好，耶。通常川味加什么？花椒，还有干辣椒。OK， 花椒给你洗一些，你洗了要干烤一下。那我今天有点那个干辣椒，要它的干辣椒的香气哈。那我们就是把这个，趁它干干的哈，把籽挖出来。OK， 好，给你一起洗花椒下来烤哈，那个锅子要有点热气哦，它才有一个效果。好快，花椒味起来了，辣椒味也出来。好了吗？盖起来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用一点牛油，
你看这个牛油很美，真的是黄牛哦。好 ，OK， 打开，我们先把它倒出来。OK， 那我现在给它爆牛油。OK， 好，那你要帮我量豆瓣哦，我先把这些爆香，姜片、蒜头，因为我今天的肉哦，要把它再炒豆瓣的香气进去。OK， 给我一点冰糖先。就是你把那个姜啊、蒜啊爆香一下 ，OK， 这样你的红烧的那个色泽会更美。你让它炒到有一点的焦糖的颜色 ，OK， 好，这个糖有点变色咯。我们把牛油拿起来，够就好，够逼油就好了。OK， 来豆瓣要炒进来 ，OK， 然后辣的来，两大匙，好。好，再把这个花椒加下来。这看起来已经是又麻又辣又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肉哈，这个骨髓哈，不要让它流掉哈，先拿起来哈，等一下喝清汤，等一下再来。这个是大腱，所谓的花腱，这个是小腱，这个要一个小时。那小腱要给它炖35分钟。好，云南35分钟，这个牛肩肉35分钟。稍微沥干一下，先给它干炒，要有点香油的香气炒在里面。好了，这个筋哦，其实如果这个还没有熟，你这个比较硬的话，你把这个剪下来再继续炖。这个香气哦很重要，传统的美味哈，就是要把那个香气炒进去，再来红烧。你看有 Q。因为你有干爆过 ，OK， very good。好，那我现在呛酒喽，呛一点米酒，古早味的，所以我们用那个古早味的酱油 ，OK。那我们其实今天卤哈，如果不炒那么多的话，应该用小一点的锅来卤会更好吃。很多人忽略这一点，对，以为卤东西到越大锅越好，其实你把它集中在一个小锅去煨啊。第一个味道更集中，第二个呢还更快熟。然后你会用比较少的酱油，我先把它倒下去哈。滚水给我一杯半。好，你看你在一个小空间哈，那蒜头放在最高的地方，不要让它破破烂烂的。然后呢，再加一点番茄。吃肉哦，我觉得番茄、洋葱要多，因为呢，它可以降低胆固醇跟心血管疾病的问题，对，还可以。可以平衡那个油腻，满满满的。哎，3公升这么多不同的种类的肉，通通进去了。对，厉害。现在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做甜面酱。That's right， 自制甜面酱。要配什么吃呢？我最爱的牛肉卷饼。OK， 来，我们来一点点香油。那我喜欢爆香蒜末，蒜末一大匙，有豆瓣的东西。一定要有蒜末，然后你帮我擂一下好不好？快点快点，小火就好喽，不要爆得太焦，爆到浅金黄色。我来我来，你去帮我色，然后还给我黑色的，黑色是那个黑豆硬啊，黑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甜面酱哈，最好是锤比较细，因为我们要不要吃到颗粒的豆瓣，你先炒一大匙的冰糖。那我今天没有完全很泥哦 ，but OK， 自制的最重要那个 taste 要到底要好吃哦，要炒这个要干要湿才会香 ，OK。那你会看到我的这个蒜末哈，其实已经哈金黄色喽，哈蒜末要金黄色哦 ，OK。再有那个黑糖酱加一点，对，我加一点黑糖酱，它的甜度不一样，对。好，那我这个是那个糯米粉，好加一点水去调。OK， 我不要太稠，因为我要淋在卷饼哈，不要稠到它一坨一坨的。来，徐徐加入，再来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有一个秘密武器哦，我要让它的色泽比较亮，有没有？只要半小时就好。甜酱，这个是新加坡吃润饼的哈，它是焦糖加酱油。OK， 可以吗？这个颜色好吗？
然后做起来哈冷藏，因为你有把它煮滚，它不会坏。好，可以了。有好吃的甜面酱，就有好吃的卷饼。这个卷饼就哇，大葱油饼，好记哦。那我们里面一定要搭配一点葱，就卷饼的牛肉要有葱才好吃，所以我们葱把它这样子一切丝。好，很好。我可以烤了吗？我先烤下去喽。哦，是的，快点喽，快点。几度？350。350度。来，先给它两分钟先。两分钟先。好，那我们要拿什么肉呢？卷饼里面我们要不要加一点那个小黄瓜？小黄瓜，嗯，比较健康。OK， good， 不错，加一点小黄瓜。你看哦，这个部位哈，哇， good， yes， 不要糊掉哦，哦，刚好熟。这个部位去卷饼，这个是牛肩肉，这个就是这个很多胶质，如果冷了你切片，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凉拌。那这个呢，我喜欢吃冬粉的啦，哦，要这样的口感，吃起来就不会说哦咬不动。OK， 葱饼，葱饼看，来帮我 off off。好，因为太刚才太大，有点翘，没有关系。第二面给它烤熏。好，那我来切片哈。应该是冷的比较好切啊。嗯。哇，香。哇。你看，所谓的花剑就是花花的，对，有没有？它那个味道啊，到后面那个椒麻的味道会出来，很香。好烫，你很厉害。OK， 那葱先放吧，因为葱可以耐热。吃看看，我最爱吃的卷饼，好吃吗？我吃到不能讲话，你看，吃到不能讲话。哎，我要淋一点辣辣的汁。你偏心，你就加哦。我要等等呢，爆浆啊！爆浆，爆浆，可以。爆浆，爆浆。然后最最主要是那个肉太好吃了，还有吃到人家有胶质有冻。嗯，哇，肉好吃哎。嗯，当然是肉好吃。然后搭配我们的酱，那酱太好吃了，不会呕噜噜，幸福。你要吃汤面还是干面？我喜欢吃干面。干面，干拌面。汤面的话，我用这个小件跟那个，你叫半筋半肉。半筋半肉，OK。那叫什么面？干拌面，我用牛腩。你用牛腩？对，牛腩切丁干拌面。切丁哦。对啊，切块啊。OK， 我先煮了。那肥的先放 ，OK， 然后呢，半分钟后加这个中的，这有点像拉面 ，OK， 我先做一个凉拌给你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凉拌，对，牛肩肉，哦，你看这个牛肩肉真的好黏哦，因为它胶质很多 ，OK， 因为凉拌要吃比较多味道哈，所以大概0.3公分。OK， 就是要那么薄。那我们来调一点 sauce， 来给一点卤汁，加一点酱油，加点醋。你要什么醋？白醋。对。所以是酸酸的咯。一点点酸就好。加一点酱精。来个碗啊，汤面的，来快。够吗？够了，够了。哦，好，来，那来烫一点菜。菜要这样烫，来，这样整把来，再来，我加一点汤，全部给它蘸进去。一点点无水烹调 ，OK。我吃一个看看。那我现在做一个干拌面，这样凉拌不错。你如果要吃汤面哈，先给它上汤 ，OK。这个汤有番茄哦，然后有洋葱哦。然后呢，很清甜。那你看这个菜有没有整根的？
妈咪，你看很健康吧？请看我的凉拌牛肉。哇塞，都很想吃它了。凉拌牛肉上菜。你看这个，哇哦，耶 ，I like it。哇哦 ，so big，so big。然后再淋一个麻辣汤。啊，再淋麻辣汤上面。对，像混搭的。第三招。哦。第一招牛肉卷饼，第二招凉拌牛肉面糊。第三招就是。半筋半肉家常牛肉面。哇，我的面浮起来的，这个做干拌面。OK， come， 要甩干哦，甩一甩。甩干才能拌面。好，那我要拌东西了，要有一点油啦，这个面，干拌面哈，拿上面有一点浮油有没有？啊，一点葱花拌进来比较香。啊，一点葱花，拿一点红葱酥。三叔。三叔，三叔。好，三叔。加了三叔，我跟你讲哦。你全世界吃不到这样的干拌面哦。好，到底卖什么嘛？我看好了，哇，卖那么多汤面，然后那一盘给我，来凉拌面，凉拌牛肉。哇哦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哪一个？好吧，都喜欢，都喜欢，好吧。下一次来老鼠牛肉面。在哪里？哎，不是这样，小姐。哇，这个部位来做，晶莹剔透。你看，我都看到你，看到江总的脸，看到你，看到你，有没有？真的吗？自己犒赏一下。哦，你不会喝，因为很烫。有没有看？有没有看？这个就是骨髓啊，有没有？好，不烫了，我帮你吹，我吹进去。